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一名爆乳辣妹在钓虾场串家饵的照片，让一群男网友全都头晕，纷纷留言：“快来钓我吧，可以教我钓虾吗？”有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分享一张爆乳辣妹的照片，只见这名辣妹神情专注地串着虾饵，动作看似很熟练。原 PO 没对照片多加评论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最近天气太冷了，虾子好难钓。”相对于原 PO 平淡的反应，许多男网友看到照片则是热血沸腾，纷纷留言：“那里有虾子，我只看到妹子，带这种妹子你还要花时间钓虾，直接跟柜台买十斤去 hotel 吃了啊。”看了这个，我血液中的匈奴魂又沸腾了，真想当他手上的虾米。虾子不好钓，但你已经钓到我了，现场所有人是不是都坐在对面，后面没半个人啊。这名爆乳妹也被网友发现，其实她在脸书小有名气，是知名直播主米米恩。